怎么说呢，自己的时间可以说是没有吧，因为就算我有自己的时间出去的话，也会被别人，也会成为别人的时间吧。我没有想要传递给别人什么，我只是想把自己做得好一点，然后做喜欢的东西。不知道你，不认识你，不了解你的实力的情况下，觉得啊，就怎么着，就是想给自己，别人可能会这么想吧，就觉得给自己加戏什么，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会有一点点压力吧，因为其实我不是来玩的，我是真的想玩好的。可能在珠海再快个2秒、1秒这样，半秒也可以。